这个小动物好可爱呀，豹子们把你们可爱的表情秀出来吧，今天小动物他们要开演唱会了，他们找阿忠来做一下评委，第一个出场的是小兔子，小兔子他要开始唱了，君君我是小兔子，我喜欢吃胡萝卜啊，兔子唱的还可以，马马虎虎啊，你先下去乘凉去吧。小鸭子上场了，我是一只小鸭子，嘎嘎嘎，这个唱的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了，你也先下去休息吧。现在是小猪，我是小猪，小猪爱睡觉，还不错嘛，低音效果。现在是小猫咪，我是一只小猫咪，我爱吃小鱼，小鱼好吃，小鱼好吃，真好吃。我觉得小猫目前来说唱的是最好听的。现在到这个黑不溜秋的，这个是什么生物我也不知道。美丽的山坡啊，你这个唱的艺术水平太高了，阿忠评委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但是也还是不错的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现在到小猴子了。我是一只小猴子，我爱吃豆子啊，你这个唱歌太先进了，各有各的特色。我觉得小猫咪唱的是最好听的，奖励他山洞一日游啊。啊啊，宝子们，你们觉得哪个小动物唱的最好听？我觉得阿忠唱的最好听。好的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